今天上午大概8点钟左右，我们派出所接到群众匿名电话，说是让我们派出所帮忙找一个在运河街道南山口社区跳水救人的小伙子，希望我们对小伙子的救人行为表扬一下。后来我们根据打电话的群众提供的线索，通过监控找到了这个救人的小伙子。没什么想法，就感觉小孩子落水漂远了，我也会游泳了。